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我是胡服骑射。今天的话呢，做的这一款是 KO 的 Fans Toys Thomas 的一款产品。那么这个玩具的话呢，我今天已经是录第三遍了。之前两次呢，第一次的录的话呢，我觉得变形的部分讲解的不好，所以我打算重录第二遍。那第二遍录的时候呢，收音麦克风没有打开，所以我录了几十分钟的没有声音的画面，非常恼火。这已经是我第三次来拍这个玩具了。那因为已经过了好一段时间，那可能大家也都网上看过相关的影片，所以的话呢，我也就不用特别描述的太多了。武器啊，它没有发光的装置啊，看上去好像会发光，但其实没有的。再来，只是一个愤怒的表情，这跟我现在的表情是一样的啊。录了三遍了，火气都大了。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灰色的轨道，这个很有趣啊，在跟火车互动的时候蛮好玩的。那有一款这个胸甲，那我这个有点小中奖啊，这个有机会再把它磨平吧啊，你可以把它放在胸口上面。那么玩具一拿到的时候呢，我相信你会有个疑问，就这个背包啊怎么去弄？那从盒子里拿出来的时候呢，你会看到这个地方有个凸啊，你会想到从这地方扣。那其实它主要的结合卡扣并不是那里啊，那我给各位示范一下，它真正的做法应该是这样。从盒子里拿出来的时候呢，它的这两块部件的话呢是藏在肚子里头，其实在变形的时候应该是要把它给拿出来的。那我们先把它给往上翻出来，而且要往这里折出一个斜斜一个角度。那我们需要利用这两块才是它主要结合啊固定背包的点啊。那在这里的时候要注意到，这个会连接杆其实有三段，一段两段，紫色的是第三段啊。那么第三段的话呢，在变形的时候是要往前推，但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往前推，你往前推会妨碍到它的头部的一个转动的角度，差不多摆到中间这里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中间这一段是往下，后面这一段是往上。在这个情况下，你看到吗？这个地方记得这两片要放进来，我们才能够。如果你放在这里会卡到嘛，我们把它推进来。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紫色的凸就能放到滑槽里头了。那在这个时候的话呢，你也可以顺便的呢去扣一下后面的这个凸。啊，我个人的建议吧，是后面的凸啊，跟这个前面的这个紫色这个部件啊，如果能够同时扣到位的话呢，是最好的，同时都扣上。啊，同时都把它扣上，然后呢，这个紫色的这个凸啊，衣领这个部分呢，就顺势的呢，就可以把它给打正了。那我的做法呢，是把它往下面打平一点点。在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在确定这个凸已经在滑槽里面的时候，我们去结合后面的这一块凸，这样一来的话呢，它会一次呢全部去卡到一个定位啊，在这边，我们把它往下面扣上去啊，你看扣到了。那在这个时候上面你看它就会刚好卡进去，然后再把这个紫色的两个立领给推出来。那这个时候头啊有时候被你推到里头去，记得把它给翻上来，这两片立领的话呢把它给放下来放平，然后就可以往前推了啊。它的组合卡扣呢就是这个地方里头有个方形的凹，对应这边啊是有一个方形的凸，我们就把它提上来往前面给扣进去啊。那稍微对一下，只要你的这个部件只要是有翻出来到位的话，啊，基本上扣进去不是很困难的。大家需要稍微看一下，我们领子先立起来也可以。到时候扣上去之后，我们再把这个领子给往下放，这样的往前面推进来。啊，成功的话呢，会有咔的一声啊，OK， 卡上去了啊。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呢，它的一个背包啊，就整个是完全稳固的状态了。然后这个部分你就可以顺势的，看你怎么放。那么有一些朋友说后面这一块很松，但是我这个还没有问题啊，基本上没有什么松动的状态。那我自己在把玩的时候呢，这个脚后跟这里啊，理论上吧，如果你要平的话，应该是要放这样。但是我习惯是把它放这样，我让它后面脚后跟稍微高一点点。啊，让它的站立性的话呢，比较有一个更大调幅的一个空间。那么侧边，我是没有理解这个到底要怎么放啊。我是啊，照自己的意思呢，把它推到，也没有说推到底了啊，就推到一个差不多的位置，然后就这样放着了。那整个全身的关节紧实度是很好的。那附带的武器的话呢，就是握在手掌心也可以握得很好，掌中心就是有一个洞。那武器就扣上，握上去很紧啊，这个武器的握持力度我喜欢。好，那么头可以360度的转动没有问题，手臂
啊，这很好，很好的一个齿轮关节的表现。二头肌可以转动，手肘可以弯超过90度，全都可以转啊。然后四根指头都有双关节，拇指的话呢，就是只有也是算双关节，但是不太一样，它是根部一个球关，上方是一个打铆钉的一个关节。那手掌转动 OK， 腰身也可以转动，而且腰身转动的话呢，有这个齿轮啊，声音不错。那么裙甲前侧边都可以，前踢膝盖啊都有齿轮的一个表现。那这个膝盖的话，你就是你这地方是双动啊，你折的角度不同，有时候有长短腿的状况，你自己调整一下就行了。侧踢的支持力度还算可以啊，这么沉的玩具能撑这么久已经不简单了啊。那么呢，脚踝啊也是有一个可动的，但是呢幅度不是也是很大，但是就是有了有比没有好了，但是整体来讲是比较偏紧的。那玩具本身的话呢，在人形状态下呢啊，我们可以强烈的感受到呢它的一个做工非常的不赖。那我们来进入它的变形环节吧啊，那我们速度就可以稍微加快一点，因为我已经录了很多次了。然后呢这个地方推过来，把拳头转过去，这个地方恢复原状就可以了。但是这里的话呢，这块部件要折下来，然后记得把它给推回原物啊。这个地方待会会收纳其他的一个部件。那我们一样手臂从这里打开啊，如果你不好推的话，就从这个地方协助我们把它给推出来啊。前后内外做一个翻折之后，这个部件啊，这里有一个结合卡扣，把它给扣上。手臂的部分呢暂时到这里，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把背后这个锁扣给打开，然后呢整个后面这个地方啊稍微的往上提一下啊，把它这个背包给松开来，整个给打开。这里的话呢就恢复我们一开始的一个基础设定。这个地方呢，哎，这里先把这块部件给拉出去啊，这两个部件翻过来。然后呢我的建议吧，把头给翻转180度，这两个部件合起来，这样会比较合一点。那头的话呢就往下推到这里，待会收进去，目前还不急着收啊。那我们先把这个手部给做完一个变形好了。手部的话是把它给推上来之后啊，那接下来你要记得把这个部件呢给转到朝下，这个开口处是朝这个背部的部分，先到这里，然后的话呢把拳头给转到这个方向，这里有一个凹槽，待会是要内外两个手要做结合的，你记得先转到这个方向就可以了。然后它这里是有一个滑槽的，从这里你可以看到它往前推啊，记得要把它往前推过来，这里一样手放上来，然后呢是这个把这个开口处朝后面，然后二头肌翻转。那这个手啊先不合啊，先不合，因为待会的话呢还有它的一个作用啊，我们先翻给各位看一下大概的位置是这样。然后呢胸口这个部件往侧边啊，结合卡扣松开来，然后呢放到侧边去。然后它的这个部件挑起来之后啊，它这个胸口啊是可以再往后再拉一点点的，可能平常已经拉上来了这里有个凸啊，这里有个凸，扣进这里有个洞，把它给扣进去。扣进去的时候呢，如果卡到位的话呢，是会非常清脆，会咔的一声很大声啊。我们来看一下会不会有那个那一声出来。那就记得啊，这个部件，这个胸甲部分是要往上提的。好，卡进去了，这里也是一样，两侧都卡进去了啊。那么再来的话呢，我们做一个这个部分，我们要把这块部件啊穿过两手中间啊，到上方这里来。那所以的话呢，这个时候的话算是整个变形里头的话呢，我觉得稍微要用到一点塑胶韧性的，但是也没有用到很多了啊。那这里一共有三段的连接杆，反正一律把它往前面推就是了，然后把它给这样的努力的呢把它给穿过这两只手啊，往上穿上去。有只蚊子在这里飞是吧，那你记得啊，这个是吗，是要往上面推的啊，这样的，这里这块部件，这个连接杆，这个连接杆记得把它给往下拉到底之后，它才能够往上面推过来啊，这才有足够的空间。如果你没有推这一块，它是无论如何都穿不过去的啊。好了，已经把它给穿过来了，到上方来了。好，那么到这里的时候呢，就留意一下这里啊，我们再整理一下这边这个地方，发现它松开了，对不对？松开了就是表示你这个地方这个滑槽，因为地心引力的关系它滑下去了。我们再次的把它往上面提上来，往上提上来，哎，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它给推上去了。那么这个部件呢也得以完全的上来。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先调整一下啊，这两只手臂，这里刚提过了一个反折之后，然后把这两手做一个合并。你也可以先合并，我觉得先合并是无所谓。
先合并，然后呢往前面推，前面推到底，记得啊，它是有个滑槽要往上顶的，往上顶这个部件就可以过来，然后做一个合并了，放下来好了啊、哦，干脆放到桌上来变啊，可能会比较简单一点啊。有时候呢，这个玩具本身的变形是没有那么复杂，但是啊，因为这个不是放在胸口来变，有时候总是少了一点点的一个施力点。好了，两侧做个简单的合并，上方这里一样，它应该是卡进去的话会咔的一声很紧啊。然后这个部件就到这里，跟后面的这个垂直尾翼形成了一个组合。那么到这啊，整个变形已经完成了一大半。腿的变形呢也是比较简单，但是呢在那之前的话呢，有个地方要跟各位提，这个地方要按下去之后呢，然后这个锁扣才能够解开，才能够往下拉。但是我们不需要拉到极限，因为我们这个空间是要分给两侧一起用的啊。好，腿就往前面拉了，这个动作是必做的。如果你不做的话呢，它是没有办法那个密合到位。然后这个部件的话，面板是做一个翻转，这纯粹是造型而已啊。你不翻也无所谓啦。依照以往胡夫骑射的影片，应该是要漏变的。对，官方吐槽最为知名，对不对？哎呦，这个部件刚好像脱落了，啊，当作没看到吧。好，到这里，那么我们接下来变形腿。它腿的变形其实比我们想象中来的简单了、啊，看上去零件很复杂，但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那我们从这个地方挑开。这地方挑开，然后呢往斜上方往这边掰过去。但是呢两腿的话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边的这根这条腿的一个紧实度呢紧到一个不要不要的啊，非常的紧，我也不知道它是为什么。就这里有时候跟的真的是要很算了，我先变这一边好了啊。这一边就很奇怪，这边就比较容易就能够拔得出来，这里好，挑出来，看到吗？这里挑出来，挑出来之后，把这块部件往上翻，往上翻，翻上去之后，这个飞机的头就翻出来。那么这里的变形的话呢，比我想象中来的 easy 啊。这个部分待会是摆这样，然后这块部件把它给打开，打开之后你看到里面是空的，这个时候你往前推一点的话呢，这个部件就会过来，然后接着把它锁上。那么无论是火车还是太空梭，这个锁钩都是必须锁上的。再来我们就把怎么样了，把这个腿给往内缩，缩短腿，把它缩短，缩短之后呢，这个部件再盖回来啊，回到它原来的位置上，回到它原来的位置上，从这，然后呢这里看到吗，这里里面是有一块凸啊，它到时候就要卡进那个沟槽里头。那么这一侧的腿的一个变形呢，大致上就是这样子的啊。那么另外一侧的话呢，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真的是有时候就很难抠啊，我都不知道它是发生什么事啊哈。就这一侧了，另外这一边就不会啊。翻到这里之后，把它往上面打上去，这个部件往下翻就可以了，把这个飞机的头翻出来。那么变形成火车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把它再收进来啊，大概变形也就会差不多。然后这里这个锁扣把它给打开，因为里面是空的嘛，往前面一推啊，这个部件就出来，把它锁定上。然后呢，再把这个脚、啊、往内缩短，极尽所能的缩短啊。能够缩的越短越好，然后再把这个部件给盖回去。这里如果成功的话，它会咔的一声了。因为玩具很大了啊，所以操作起来是有那么点不是很方便。那么接下来就是两腿开始做一个合并了啊，两腿做一个合并。在这里我们可以翻到底部来看合并，可能比较简单一点。那这个部件的话呢啊，记得在这里两侧，基本上还是属于大力出奇迹可以密合的啊。那真的是需要花一点力气啊。然后这个地方，好，那这里这个密合度应该是可以更好的，平常变形可以更好，我待会再调整好了。我先跟各位一口气把它变形到最后好了，先把它讲解到后面好了，除非手机又过热挂掉啊。好，那么接下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要变，把这个地方给塞进去。它的做法呢是这个部分，这里这个部件
先把它给挑出来，挑出来到这边，然后呢这个部件往前面推，那透过这个地方塑胶韧性把它给转上来。那这里要记得这块部件啊，这块部件把它翻下来，我要做的是什么呢？是要让这里这个缺口出来，这里缺口出来，这样方便我这里做一个变形啊。这里我们把它给，这里是要往前面，对，我记得是往，哎呀，对，我记得是往前推到底。好，我们把它给，应该给它推得更前面不是吗？啊，对，忘了，是这个，这个翅膀要记得往后，哎，然后这个空间就会刚好腾出来。后面是有一个结合卡扣，我们先把它整个推到后面，哎，对了，到这里，然后呢，这个地方转这个方向，这个部件呢往下面放，这样子下来，你发现没有，它们就互相没有干涉到了，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侧边这个部件把它给塞进去。那这里的话呢，它是紫色部件，你可以稍微把它给往外面挑出来一些些啊，协助我们啊钻进去之后啊，先把它给塞进去到这边，好，然后你看到这个地方就躲过去了，把恢复原状，那么这一块部件就可以把它给翻出来，这里把它塞进去。那最后这里这块部件的话呢，要调整一下，然后呢这个地方有个紫色的一个凸，紫色的凹，就一个双动关节往后面退过来，折过来就行了。好，那么这一侧的一个机翼的话呢，也就这边就完成了，这些大底就是这样。另外侧的变形呢也是一样的啊，这个翅膀往后面先推到底啊，刚一开始应该先把它给往后推到底，这个我疏忽了。好，到这边，然后这个部件推过来啊，后面这一块推到前方来，到这里，然后这里给它打开，露出这个缺口，然后我们这块部件推到下方，你看这样它就互相不干涉了，到这边下来，紫色这块部件啊可以稍微的先推出来一点点一点点，让我们能够躲开它，能够比较方便把它给扣到内侧去。好，把它给塞到内部，好，到这边，那最后的话这个部件啊，这个部件有点割手，把它给恢复原状，到这里，最后就这个部件推过来把它给扣上。那么最后的话呢，我们就是这个我放到胸口的话可以把它压好一点，那最后这块部件就往前面放而已，放一格就行了，这块是重叠的，没有影响。那它还有一个这个起落架的部分在这边，我们把它给扣出来，哎，不对，是从这往前扣，哎，这么挤的，算了，我们还是用工具吧。那么呢，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款这个 KO 的 FT 大火车 Thomas 的一个从机器人呢到太空梭的一个变形过程了，整个过程到现在刚好12分钟吧，一边讲解一边变形的话呢，各位也可以感觉得到其他的步骤呢并不是非常困难的。太空梭的形态尺寸的话呢，应该将近有30公分了啊。我们来对比一下，大概有 2.5 个官方的 Deluxe 等级啊。虽然有轮子，但是滚动性还是比较普通啊。这个没有很漂亮，这样子嘿。那滚动性的话是比较差，你能感觉它会动啊，但是你推它是没有什么实际上会跑的。那能飞你为什么还要它推车呢？那上面这个地方我努力了，其实再密合也顶多就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后方有电镀件，后面的推进口，每一个根部都是球形关节，你可以调整一个你喜欢的一个角度。那么整个变形的话呢，我觉得吧，可能最难的还是把这个部件从底部翻到上面来，穿过手这个地方稍微练习一下。那么我个案的话，就是这腿有一个地方要打开啊，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样的一个紧啊。其他的话呢，就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小展示了啊，毕竟是出自于 Fans Toy 的一个设计啊，变形上呢其实是还是比较优秀的啊。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把它变形成一台火车的一个样子。那变成火车的一个过程的话呢，是比较没有那么顺手啊，我的感觉是确实是比较没有那么样的，需要比较高的一个专注度了。我们先把侧边这个地方给打开，然后这地方
一样的把它给松开，那这里把它给打下去，这个部件我们要把它给翻出来到前方来，先翻到这边，那另外一侧也是先把它给解开。变成火车的主要的话呢，还是在把腿啊，应该是说把这个飞机的头啊，飞机的头给收进去身体里面，可能是需要花一点时间而已，但基本上也不是很难。这个部件把它给挑出来，好，把它给挑出来，先到这边。那我们就先变形上方这里好了，我们把这个部件放下来，放到这儿啊。我们需要这个定点，这个定点要做什么呢？我们把这一块部件往上翻上来，这里啊折过来，往上折过来到这边啊，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组合的位点，在这个地方，先把这个火车头的尾部给变形完好了，这里没有难度啊，扣上就行了。那这里的话呢，是有一块造型部件，记得把它给翻出来。按照胡夫骑射以往的影片，这个地方是会漏边的。有病啊！你看，这里一样可以把它给翻出来。这个地方转一下，啊，扣上去。火车的末端大概就是如此了。那么前方的话，就是一样要把它给这个地方先挑开。我们要把它整个这个腿的话，讲人形的腿，也是没有错了啊。就把它整个部件给打开，但是这个卡扣的话呢，因为非常的紧啊，我们就借用一下道具好了，再把它给整个打开。这个地方，打开，好，打开之后的话呢，就是把这个腿的话呢，要做一个简单的拉长，简单的拉长。先把这个地方给打开。这个地方。给往上撬开来，那这里啊，要记得这里不是有个锁扣吗？这个锁扣不要动它了，不要动它，我们把腿往后面伸，往后面伸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地方先打开，我们把这个飞机的这个头给收进来，放进去，你只要能够把它收进去就行了。好，那腿的长度，只要你这个地方没有把它松开啊，基本上腿的长度就不需要，不太需要再多做调整。这里给打开，把这个脚给拉出去，脚给拉出去，不知道为什么这一侧都比较紧着。好，然后这里记得把整个给反折进去，那在这个地方就把它给收纳进来。这个记得把它给翻出去啊。好，那么这个就会形成火车的一个头的部分。那我们其实也能够看得出来，它的话呢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我们把这个火车的头给做个简单的小合并。那么这个变形其实到这里的话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啊。这个地方调整一下，两侧做一个合并，这个两侧的部件就把它往下翻。这里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先把它翻出来，没问题，转过来到这里。啊，它是有一个结合卡扣在这里，把它给扣上，这里也是一样。好，那么呢，它的底部啊，在这个地方，记得啊，这里不要让它爆开，这里把它这里斜上顶过来，让它顶住的情况下，我们再来合这里，我们把这个部件往前面挑出来。你看到里面这个腿啊，先再次的把它合并好一点。那这个地方可能你要稍微的，这个滑杆可能要稍微往前面一点点，因为如果你太后面的话呢，啊，会导致车头会有一个地方去裂开。你为了去合并这个地方，啊，它可能会有一个密合会不太好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来组合这里。好，那这里一侧已经扣上了，另外一侧的话呢，也就不在话下喽。好，两侧都把它给扣上，这样子压好。你看，这样压下来就会裂开，记得把它往上面顶。这里一样。好，那么这个火车的部分呢，已经差不多这个形状就出来。那么最后就是这里了，这个地方往前面推过去，然后它有一个部件啊，在这里要记得先翻出来，这里翻出来，还有这里
这里。如果手不好翻的话呢，其实是可以借助一下工具的，这个地方翻出来。另外一侧也是一样，这里先把这里翻上去，翻上去，然后往前面。那最后就是这几个部件的一个组合了，以及这个地方把它给翻出来之后啊，最外面这一块部件是折到最下方，最后就是把这几个部件呢给做一个密合。那我们就来做一个调整吧啊。那么这里面的这个变形过程呢，我是感觉吧啊，还是就是你要把握住这个脚内部有一个锁扣，你不要去把它给解开，不要把它给解开，那是一个重点啊。我们来看到它最终的火车的形态，我自己很喜欢蒸汽火车头。那长度的话呢，跟太空梭的形态其实差不了多少。飞机头的部分呢，虽然是收了起来啊，但是感觉的话呢，气势一点都没有衰退。那它附带了一个这个铁轨，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带动的话呢，其实是有一点小问题啊，没有办法顺利的全部带起来，甚至说呢，它的这个结合的部分呢，是稍微要用一点力气才能够狠狠的把它扣得很紧。那刚才变形的时候呢，里头有两个小部件，我刚刚没有把它给翻出来啊。这在这边的话呢，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小示范好了，它就是这两片啊，刚这两片小部件我忘了把它给翻出来。那扣这里的时候呢，它的前方这里有一个凸啊，它是要卡进这里面，是有一个凹槽的。那我的建议是先把前面的凹槽给扣紧之后，我们再来扣后面的部分，可能在密合度上的话呢会比较好一点点。那这个裂缝的话呢，有时候是会蹦开，要以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我是极限就是这样子的，那我个人也不是很在乎了，有时候运气好的话一次就扣上，运气不好的话就多扣个几次吧。那么算是花了一点时间呢，给大家做完了这一款来自于 Fence Toys 所设计，然后KO 商呢把它给再次制作的。然后整体来说，变形的时候呢，还是手还是会有一点点小疼痛感啊，里头有一些部件在翻折的过程中，还是不知不觉的会有一些小痛苦。然后整个设计的话，倒是我是觉得是挺好的，虽然说体型很大很笨重，但变形起来，步骤并不多，并不复杂。如果说你没有购买这个 Fence Toy 的话，然后看了一下这个模具，你满意的话呢，你可以考虑一下。设计喜不喜欢我没有意见，但至少在这个质量上我觉得还算过得去。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